重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生日会。因为之前好像看过那个在节目上说，特别怀念家乡的那个小面和烧烤，回家的时候有去尝一下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如果大家来重庆的话，就是就解放碑有一条好吃街，就是大家可以去吃一吃。你之前就是叫自己秋名山车神，开车兜风这个愿望，目前实现了吗？那时候开玩笑的，其实就是有偶尔会开车上下班这样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去年，会用什么样的词？就是充实。今年的愿望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个或者两个？今年就是也是希望就是身体健康嘛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。听见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